行，你先炸点猪油啊，你先炸点猪油。做个猪油拌饭啊。手有点抖啊，给大家看看哈。这景色挺漂亮啊。大家好啊，我是韩冰，又来我爸里头吃饭了，我老弟回来了，今天要跟我俩喝点儿。一桌子菜啊，有剩的，有新做的，咱们屋去看看去。这是昨天吃那小鸡儿。拿走。好了。开始了。开始。开始。看我炒的痱子啊。绿豆芽。我老弟拿个干肠。韭菜花。还是那天的小鸡儿啊，见着好几面了。他毛肚，这是炒煎鸡蛋，刺老鸭煎鸡蛋，羊汤，羊脖子，糊了。哦，那就肯定了。那就吃哪个是？咱俩就皮的吧。嗯，正好连块的。你现在给我那分数。你那里面都兑啥了？是我这干净时候那啥呗。那是又吃了。喝点白的不得？我先喝点皮的。哎呀，也想来一小口。一会儿，要。再求两管。这个，嗯。啊，你是搁皮上不当我喝是吧？这个多了。放着是吧？嗯，有杯啊，这杯里啊，有杯，这杯，这是烧倒酒的。哎，这个是这个蘸白斩鸡的这个。不搁这个啊？对呀、嗯。啊，这杯吧，杯有点小啊。今天不想好好喝点吗？我也吃点稀，我也吃点稀的饭。嗯啊。我说我也吃点稀的饭。差不多了吧？稀的饭啊。嗯，那录一会儿啊。那就这样啊，放两格了。那哪格？哪个？那个是吗？对，一枪了，我那天吃一枪了，你都吃吧，咱还不敢，不大敢吃了。那料那吃的吃完上瘾的，那吃真疼他的肚子。那还有什么料吗？真多的。这里边，哎，那谁那个姐夫拿来的呀？大孙子，还是那谁家那个？这羊肉搁这拿来，嗯，拿一大块儿。快，他是蘸这个是蘸哪个？那不是蘸，蘸不蘸？你再来一块，他说拿那么快。这能上瘾吗？啥的？那你自己喝自己的啊！你喝你，我喝。这啤酒好，就能喝这啤酒，淡淡的，几乎没啥气儿那种的，喝这个。喝就没意思了，除了喝那个劲大，嗯，这蒸的挺好的，饭蒸的，多好啊，嗯，蒸挺好，这吃的隔一层，嗯，蒸的饭，那是的，羊肉那儿，这是韭菜花，你搁这，搁那，蘸着韭菜花吃多好，还给我们吃，这一块呢，那放屁有那啥吗？那不是屁。那啥玩意儿猪油，你把酱油给我。我老弟想吃猪油拌饭，我俩回家靠猪油。啊，你想那是那么想。我现在吃完的话，我要吃多的话，那你到再回来这边你们也吃不了了。四点多钟、五点多钟，你们等等不到时候，是吧？你叫咱这屋里边有猪油啊？混油啊？啊。啥似的？你白的那是块儿。啥是靠的呀？这个。那咋知道？哪天早上？时间长长哈了，味儿不好。那没有，哈了不哈了，那啥吃呀？哪碗不哪？你们尝尝这个呗，白斩鸡，昨天我们吃了一顿了，蘸的料，啊，不好啊，蘸满的，
蒜汁、姜汁啥的，都尝尝啊。嗯，刚好像那个好咬的，你俩要你俩咬，你俩咬不动。我就这个是可以了。多少条子？一条。不同的风味，就尝尝。广东那边好这么吃。我单是第一次广州的嘛，好像是。啊？上头，上头，上头。确实费劲，没有人告诉你有心理准备的。啥的，耐吧？对。是，咱们最好咬的话，蘸料蘸满了。就是，但是你这玩意能吃肯定能吃。我跟你说，这能吃的，这什么呀？蒜酱之类的。嗯，姜汁、蒜酱还有葱花汁，蘸满了啊，不行。你就吃带纯肉的地方吃一块，别整那个带皮的，带皮的你可能够整动。你看这鸡咋样？嗯，挺好，淡淡的是吧？嗯。这饭还不行，这饭还不如那，这饭还是不好。还有。咬不动吗？嗯。嗯，这饭还是有点没吃好。辣啊！带皮挺不像，别那对那就行，你要直接进嘴行，你要别带骨头，带骨头你就撕不下来了。真辣呀，太辣！粘透它也啊，粘透好。那料我搁桌子似的，那个别吃不了了，妈，这个啊，嗯、那我说吃好炖了。你有没有反应、啊？还入味呗？哎，下来。你这吃的多有没有反应了、啊？有反应，他给我疼骨了呢，你们。哎，那你还这么吃着？那不是，那天大还有点油。嗯，挺好吃。哎，那好吃吗？遭罪你这口。哎，这个香哎，孙子。嗯。有点香了。不用吃。再喝口汤。啊。我还一直吃呢。这挺辣呀！哎，回头那吃辣吧。嗯，辣。嗯，这一辣就下味了。嗯，但是你搁多了，搁可能搁料搁多了。我这后边辣椒油自己放。嗯，那回头一顿根本没下来味儿。对，这两个才下来。这个里泡了，有那个味儿，真冲！哎妈！这麻还辣啊！嗯，豆芽子挺香的，细菌一小吃点，我看你这腰那啥了，辣，冒汗了，嗯，辣，真辣，真辣，嗯，老师你吃这一点饭比那个强点，对不对？嗯，真行，啊，真行，那硬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我多少年的也不瞅它，也不沾，瞅着那瞅。一能吃是吧？嗯，不怕不吃。我没吃一口呢。小心点，可辣了。没有吃，你别呛着。这肺子坐你这边来回转，它干啥呀？都吃。因为我说哥，哥不拿这两块。对你拿蛋黄，你们谁吃啊？拉倒吧。哎，这太干了点儿。嗯，就是汤好。有点干吧，嗯，挺过瘾的啊！疼辣了，疼辣，疼辣了，是行，嗯，能接受。应该有点咬不动吗？咬不动，嗯，这玩意儿咬不动，嗯，疼辣，哎，像切那种吗？那小点片，嗯，还能尝一点。
那啥呢？什么料呢？我给你。